指定物品在日历上删出两个人的交往纪念日。没有，有道具。等一下，对，来，一人一支。机会秘密。然后有五秒的时间可以用这个。对，然后其他是三十。来，开始。在体验。超过，超过三页，三页。好，五秒过了。你给我打满。奖金。按那个嘞。给他三秒，三月三秒，八月三十。五月的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八月的，我把掉了。再给你加马赛，对。大哥，关主猜拳。插嘴。下一个。等，然后我们什么东西爆出来？那什么？耳机，然后播放敲诈的音乐，伴着六人轮流念出题目，让新郎猜，每题限时一分钟答题，未答对换下一个人。你一次念呐、啊？五个字，诚实豆沙包。你讲大声一点。诚实豆沙包，讲大声一点啦。什么豆？诚实豆沙包。你的膝盖痛。诚实豆沙包，诚实豆沙包啊。梦取回家。鲍鱼，你要讲几个字？几个字？哎，把梦娶回家。买什么？买。把梦娶回家。娶回包。把梦把包把掰把掰。听不到。把梦白把白掰把抱薄。把梦把梦梦打包娶回家把梦梦娶回家，这是对吧？对你爱不完，吹什么？对你爱不完，七个字，对你爱不完，对你爱不完。答对了，七个字，答对欢呼一下。梦中情人结婚了，痛轰。梦中，我嘴巴给他看呐。梦，痛，梦，痛啊，梦，梦，痛。梦中情人，结婚了，哈？结婚了，结婚了，结婚了，结婚了。梦中情人结婚了，梦中情人结婚了。是念出我要吃梦梦的话，然后要超过130分贝来开始。其实等还有几关，等下直接去上惩罚就好了。不行，我要听。最后两个字吧。不行，全部都要大声。最后两个字。要一致，要一致。你管我？要一致性，不行。啊，开始啊！1、2、3。我要听梦梦的话。105。怎么可能？哎，这个是效果吗？真的啊，这不可能。
能的，快多了。梦梦，我来娶你了，嘿，我爱你哦。好，不够吧？梦梦，我爱你，我来娶你了，耶耶。老婆，我来接你了，我们回家。好，等一下我可以 NG 吗？老婆，我来接你了，我们回家。谢谢爸爸妈妈把梦梦教育得这么善良可爱，那我会好好对待她，请你们放心，我们住得很近，会常常回来看你们的。谢谢爸爸妈妈，就是把我养育得这么大，然后我们会过得很好，你们不用担心，然后你们两个的身体也要自己顾好，我们会常常回去看你们。妹妹，今天是她的很重要的日子啊，看着她一路成长到现在，我是很舍不得啊。那我知道你是，我相信你会好好的照顾她啊。我也相信你是一个很负责任的女性，能够好好的啊对自己的公婆啊，相信你们未来能够更好啊。嗯，我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，希望你们可以越来越好。那因为梦梦很年轻，不太懂事，所以有时候比较娇。这样的日子，希望你们以后可以过得幸福美满。Run low. I've been working.